这个人咁恶嘅，睇真啲，呢、这个咪系吴艺长，活跃系90年代香港电影圈嘅吴艺长，以前经常饰演江湖人士、变态色魔等反派角色。呢排佢就去咗内地酒吧登台，片入边一身黑色装扮嘅佢，突然间目露凶光，对住观众大嗌挑衅。究竟咩事搞得佢咁燥呢？咦，唔係噃，吴艺长爆完之后突然间有少少口，原来佢为咗同观众互动专登扮恶，难怪周围啲人完全唔驚嘅，仲好兴奋添，可以讲佢嘅演技收放自如啊。依家61岁嘅吴艺长，镜头前后反差好大，荧幕前嘅佢经常表现得凶神恶煞，但现实中嘅佢系外妻号一名。旧年佢同太太唐丽球结婚19周年嘅纪念日，吴艺长就喺社交网分享两个人外出食饭庆祝，好 sweet 咁嘴埋，绝对系顾家好男人啊！睇嚟无论系出面点恶嘅男人，遇到自己中意嘅女人都变得柔情似水。吴艺长咪就系好例子咯。